心灵晚岛，忙碌了一天，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心灵晚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为你加油，为你充电。连天空都亮了起来，视野降明了，心情降变好，我什么都不怕了。Everything's gonna change， 有种完全释放的自由，是那么真实，是那么自然。有了你，我有努力下去的力量。怎么好的事？竟然被我遇到，从认识你以后，生命间突然有意义，让我不由自主相信着，我是属于你的。我竟变得坚强，笑容在阳光下灿烂起来。怎么好的事，竟然被我遇到，是你以后，生命间突然有意义，在你面前竟是如此真实，一点无法隐瞒。这样的心情实在太不可思议。哦哦哦哦哦 Everything's gonna change， 连天空都亮了起来，视野降临。想变好，我什么都不怕了。Everything's gonna change， 有种完全释放的自由，是那么真实，是那么自然。有了你，我努力下去的力。Everything is gonna change， 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是陪伴你在空中的佳佳。亲爱的朋友，相信你有非常多的经验，那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说了一些话，你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却无形之中伤到其他的人呢。也就是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情况。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单单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今天当我们打开电视，看许多电视人物在电视中所说的一些话，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说错话了，那么有些人呢，甚至要为他们所说错的一些话吃上官司，甚至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著名的作家兼精神科职能治疗师施雨诺，他曾经呢在他的小牧童说故事当中说到，道歉呢就像立可白。为什么道歉像立可白呢？施雨诺医师提到，他常常看见公众人物在电视上讲错了一些话，有时候呢是错骂了某个对象，有的时候呢是用词太过情绪化，也有的呢是无心之过，讲话弄巧成拙。其实呢不只是公众人物，你我也都会有说错话的时候。那么到底说错话该怎么办呢？其实道歉永远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因此道歉就像是立可白，就像言语上的修正意，它可以为你将脱口而出不当的字句给涂掉，让你有机会从头再叙述一次。但是同时之间，我们也必须了解的是，即便有利可白，但是我们曾经脱口而出的这些不当的字眼字句虽然被涂掉了，但是原来的那张白纸也不再是原来的白纸了。那么说到这，或许你会想说，那么当我道歉的时候，对方会怎么看待我呢？有的人呢，可能心中丝毫不再介意，但的确有些人和你的关系从此就会像被立可白涂过的白纸一样，总显得有疙瘩，不太完美。当然，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连一个都没有，是以我们。因此我们一生当中难免都会有说错话，得罪别人，伤害别人的时候，但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能够真心的说出道歉，其实是非常难人可贵的。想象一下，如果你收到一封信，发现整张纸涂满了满满的立可白，那么你看得到吗？就算修改过后的内容写得再好，也会让人觉得这封信不太正式。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有道歉的勇气，但更重要的是要减少言语上的犯错机会。圣经当中呢，一位人物所罗门王，他呢是历史上伟大的君主，虽然他是一国之君，但他深知说错话所会带来的影响，所以呢他有几句关于说话的人际智慧，像是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言语多就显出愚昧，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因此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人际来往的关系当中，道歉就像是立可白，这么做能够把你我过去脱口而出的不当字眼字句给涂掉，恐怕我们一定也会用得到它，但在每一次需要用到它的时候，也要反省一下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呢，说话不要太急躁，要让自己柔和一点，绝对是智慧的选择。因此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都应当珍惜身旁的朋友，谨言慎行，不随口说出批评论断的话。盼望每位收听心灵晚祷的朋友都能够在人际互动过程当中有足够的智慧和朋友交往，使每一个与你相处的人他们都能够对你有十足的信任感。也盼望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要说道歉的一方，也能够有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向人说道歉。记得千万不要负气说道歉，想说只要用对不起三个字就可以取得对方的原谅，相反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和表达时的字眼，千万不要让道歉的时候反而又带给别人二度伤害哦。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佳佳就要在这首由 Damon 所演唱的 I Believe There Is More 的歌曲当中和你互答再见，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心灵晚祷，佳佳与你空中有约咯。You have been good to me. You have been good to me. You have been gracious. You have been faithful, meeting my needs. Lord, it's so plain to see.So much I can't even begin to thank you. And still I believe there is more. I believe there is more. I believe. So I open my hands to receive all that your love has in store.心灵晚祷，
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